哪怕是下半场刚上的球员啊，是，也是精疲力尽，可以说在广州这个地方踢球确实很考验球员。好看这一次，嗯，比江配合顺进去，哇、哦，已经换球进了，哇、哦，首秀进球，大哥，这可能是对，哎，哎，是不是吹掉了？抽筋了，应该是抽筋了。但是你看，不算吗？所以这到底是个怎样的情况？算了，现场的广播已经说了算进球，但是塞尔哥得不到这一下之后，抽筋了。我们先看看有没有越位啊？这球是他自己拼出来的，应该不是越位。没任何问题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塞尔哥，这可能对于梅州客家来说是一个好事情。对对，嗯、就至少证明这名球员。